间。哎，这间我无包的，拢包安卡的。没使没使，眨眼就好。真正安卡的。这拜七三拜三，但我没使回。师傅，我先来啊。路人我安卡的，我都会跟你讲。四面八方滚。你看那点表。你的越来越长了。嗯，你今麦在玩粘土呢？安尼会使的呀。哎呦，无鱼呀。我来勾起。无鱼。我来。哎呦，有点远哦。感觉有点厉害。你真会说话。哪有？他很诚实。我看算了，好了啦吼。有啦，我有较圆呀。这不是三工两工的。厉害三年。不是三工。两工是哎。三年四冬，四个月啊！三年四个月。哦，志伟哥，咱两个敢那是永陪着作家安尼二二六六，真正有够闹亏的啦！为着要赶紧吃着这正宗北方口味的韭菜盒子，我看咱也是搞好徐大哥来做，安尼就好啊吼。你按煎嘛是一个功夫，内底佫绵绵格格的吼，有啊，材料无好话，臭会呆，啊若无够会内底无熟，哎对，这功夫这安怎看才知讲好啊？我透明，哎，安尼也袂熟。哦，唔是看这表面了，是看这，一般人唔知啦，一般人唔知，连讲看这有赤赤无，有曾经黄色，我惊这呾讲。是爱看家吼，哎，你讲你不吃吼，我这也是要失传啊。所以今晚徐大哥来等待有缘人哈，看下下面偶安嘞。徐大哥，有缘人在家。对啊，志伟哥，三年四个月 OK 啦。啊，先冲手卡三个月当那个，哎，不心在不在？你就一定要叫阿先，我今天好像大家都叫阿先嘛。你来啊吼，你吃看麦啊，唔要讲好食，对吼。我买先，我买先吃看麦，好食我再来认真做菜嘿。哦，好看。我看到，嗯，我哎，我那两个人公仔有够胖啊！我刚用手机触摸到它这个皮，很柔软呢。咱干嘛一般，对，干嘛是一种搭搭有无？一薄哎，它的湿度都还在。它是表皮，对对对对，它保有水分，哎，不会炸得干干的。一般吃里面都在水水的，嗯，好，我们这个是什么呀？Q 对，你煎起来放一下子更 Q。我觉得它的手工的面皮好，很柔软，很有弹性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一咬了以后，它整个嘴巴那个香气，那你不要讲哇，它有冬粉，冬粉很特别，加了软软，那加很薄，他们吃起来。那先做这杯啊？有人是韭菜什么冬粉，先拿去锅里面煮，对，很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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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人家就成新鲜一锅的冬粉，我看看这个咬上咬到的时候会有 Q， 对，会 Q， 不会像一般的软。感觉你嘴巴里面有东西在弹牙，在弹，我够弹啊！真的，还有它韭菜的味道特别的香，因为新鲜。啊，最后一个试试看，加那个酱，独门酱汁。哦，这你若加这吼，我这酒嘛是家己研究的，哦，家研究的。我加在里面，你看更有味道，它韭菜更多了，满口的不炒哇。你看那多，你看全部拢是诶。这位哥，小姐姐，这次没有失望了吧？哦，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而且我以前下课都会跑来这边排队，你们今天能吃到真的很幸运，因为有时候常常都会没有。对呀，因为大家看不到的地方，很多人在旁边就这样买。对啊，我今天好几盖奖了，叫你喝奖的韭菜。真的好，今天我靠赞诶，喝奖哈，以前卖什么哈？他说赞哈。好吃的不得了，他绝对不会说赞，他说妈妈糊糊啦，妈妈糊就是好吃的不得了，妈妈糊，好的不得了，啊，真是好吃好吃好吃啊，真好吃啊，这块料怎样？嗯，真的。徐大哥，你真正一点啊拢无操蛋，这韭菜盒的滋味哦，真正予人一嘴吃落就掉啊啦。啊，讲坦白，若不是咱在地正美年年的介绍，我真正想袂到一间小小的路边摊，竟然藏着这款正港北方味好料。假是看边啊人客摆甲吵吵吵，唔免我讲，你就知影讲有偌好食。所以吼，为着我引起公愤，咱也是吼外带来去边啊食土啊。搞完了，吃完了没关系，接下来带你们去吃。半点面，半点一点点啊，一点点可能无够，对吧？一定会让你们吃得饱饱饱。半点面可以吃到饱饱的，我真正很相信的。但是嘛，先对着年年行啦，年年行行行行行。
知，哎，我到啥讲对啊？这要提来杀，对不对？歹势，稍等下，我这我无必要你吃。你就等着。啊，无钱。歹势哈，这碗嘛袂使哈。你根本不爱我吃，你根本袂等着。哎。好啦，哟，我哪会吃你后天先吃？我走啊。我爱上我自己的面啦、啊！我看你那里抢着吃的那货，我慢些啦！我的感觉，哎呀，等我等你别跟他抢啊！你说那种啊，我看到面条没有吃，我难过、啊。就会冲动了。